嘿呀，看下到哎，母大家新妇啦，大家新妇，哦，哎，您婆婆啦，对，阮婆婆，您婆婆哟，啊，已经这个缘分已经结多久啊？25年了，二十多年哦，啊，替你生几个孙？二十三个哦，二十三个有这个好生，无够贵的，拢无时间当情况，三个哦，生遐济。我想讲你哪会这搞？吼吼！恁大家对你有偌好？阮大家哦，伊自细汉都无老母，伊自细汉都无老母，伊自细汉都无老母，所以伊足辛苦的，伊足辛苦，他身体也不好，哦，所以食到这下，伊拢对阮遮时拢易火超烦，所以我拢希望伊家己把伊的身体顾好，安尼哦，哇！安尼一定，今仔日要点首歌，我都好，妈妈身体较好诶，心情较好诶。对啊，有啥物歌？你要点啥物歌？我要点一条新妇，新妇，新妇。哇，安尼啦。因为我要甲阮妈，阮大家讲，甲阮妈妈讲，有你真好。安尼，哎呦，你们感情很好呢。伫遐听听袂清楚，咱甲抓起来，好好好，来第一定听。哎，对啊，行啦，来去啦。你有意思？你讲有一束花要送妈妈呢？安尼哦，哇！哇，哟哟，来来来，新妇要一束花要送你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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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哦，妈妈，你说你豆豆豆豆行呢？其实大家新妇哦，咱都想讲后当时啊，内核啊是安怎啊？啊哈，你几时讲啊？大家新妇啊，这你也好，啊，今日新妇要来个大家啊，献上一束花哟，但是要送花进前吼，妈妈，大家先来，你有啥物话要甲新妇讲的无？讲多谢，多谢，像这新妇乖的哈，真乖啦吼，多谢伊甲你照顾家庭啦吼。来，新妇要甲大家讲啥物话？好，你真系对阮足好诶，啊，足烦恼阮遮细碎，所以你家己的身体顾好，你唔免烦恼，啊，有你真好，真正，这是安尼。好，掌声鼓励。非常感动的画面，来，歌名叫做《新妇》嘛，吼，来，给你拍一个波来，来，谢谢。咸酸苦涩，有人来问咱，当时要来摇囝，无意囝在找，伊也不来我。过日恁的门嘛有正十冬啊。会当捧恁家的饭碗，感谢你的时段，对阮无来去嫌，予阮有福气，会当叫因爸爸妈妈。你看家家户户的门口，温暖的故事。
想要对你行，茫茫渺渺天地遐宽，阮只想要对妈妈行。这首歌吼，新妇的歌词是我家己写的，对，然后我因为我即马结婚三年啊，然后我伫个差不多结婚六年的时候，我就写这首歌的歌词，因为从主要是因为我感觉会当到顶做一家伙啊，迄是一种真深的缘分吼，所以咱爱安那。咱爱珍惜这个缘分吼，啊，要安那来珍惜，要安那来相处。所以今仔看到那个，对啊，看到我觉得看到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。希望讲吼，这对母仔囝会当，让大家看了之后，拢会当珍惜家己的大家，家己的大家当作家己亲生的妈妈。珍惜这个缘分啦，吼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两位，谢谢。